八斤的帝王蟹来了，看一下肥不肥啊？如果肥，一定要给我来个小红心。哎呦哎呦，把这大关节给它剪掉。壳特别脆啊，有刺儿，剪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不然把它手给扎破了。哇，满肉啊，来个小红心。哎呀，哇，太肥太肥了，来点蘸料。哎呀，有没有和我一样喜欢吃帝王蟹的？双击双击，这一个腿啊，就得200个大洋。哎呀，哇哦，好肥呀！这个是它的血液。哎呀。我靠的嘞，久违的小爆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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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靠，先爆头先吃腿。你不一定说一定要爆头，这个腿上我跟你说，这么想一节一节的爆炒，哇，老美了。有点做咸了。哎呀，夹着我好累啊。朋友们，半年没有更新了啊，今天继续整下海鲜小锅，起油烧锅，来点火锅底料，爆出香味啊，朋友们。今天准备了八爪鱼、大海螺、小八爪，还有鲍鱼、小猫眼螺，酱油整下去。料酒来一点，下去吧，再来点酵素，朋友们啊，再来点香醋，大火收汁，朋友们看的话这里了，给小丽点个红心再走吧，谢谢了朋友们啊。绿贝专门吃摇贝柱的，哎，这东西可那个什么了，可鲜了。哎呀，一干一口，哦，看到吗？这就是那个大力贝，吃这个摇贝柱这个，哎，很鲜很鲜的。来，老铁，看看今天的海鲜大餐。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啊，有没有认识这个东西的？看。这个得敲碎了吃，我先煮熟了再敲啊！看，这么大个，来，哎呀妈，大海螺，这个都认识是吧？哎呀，不点双击的你看见没有？长得真丑，大海里最丑的，最丑的鱼。呵呵，点个双击，老铁啊，点个双击来，一个，一公一母，大袋子，看这个大绿贝，这么老大，滚，我就不信干不过来，我这，滚，滚。这个螺啊，这个螺，中药材特别好啊，不能直接吃啊，不能直接吃。哎，一大锅，快来点佐料。味极鲜。快，太多了，有点不太好翻。先上一点水，老铁点个双击啊，来到海边，我也给来一个这么大的绿贝。又到了我幸福的时刻。哎呦，一下，哎呀。哎呦我靠！哎呦我靠！
我靠，他还不下去，不下去你们先下，我一会儿我问问他咋回事。哎，啊靠，这真拽呀，我靠的嘞，哎呦，太猛了，这家伙不下去，不下不，就，那我这幸福的时刻不就没有了吗？对吧？哎呀，哎，哎呀，哎呀，带点饭，带点酒来吃饭，行不行？哎，海鲜一小锅，来加面吃个啥？来。给你吃个海螺吧，是我吃个海螺哈。我们渔民呢，就是条件好，吃海鲜条件好。如果你们要喜欢渔民生活呀，上我们家来做客，免费吃。这个肝啊，不能吃哈，肝吃了头会晕。来，我蘸点辣椒，我从来不吃辣，你们给我一个。双击加个关注吧哈，给就给一个吧，厚着脸皮给你们要的。热乎乎的大龙虾刚刚出锅啊，哎呀，看一下这个龙虾肥不肥啊？啊，烫死了！哎呦，哇，还有膏呢，红膏，哇，给个双击啊，哇，太肥了。来点蘸料，哎呀，太香了！看一下里面的肉，胖我一脸。够肥吧，这是它的血液。哎呀，这大龙虾，哎呀，来个双击。